们设计的除冰水式空调有三种模式。那第一种模式就是我们夏季或是比较热、负载比较高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般的冷气模式，那就是第一个的。我们第一种模式呢，启动之后压缩机动作，冷媒流进冷凝器，再经过干燥过滤器、毛细管之后进第一个电磁阀。那第二个电磁阀就没有动作，冷媒流过第一个电磁阀之后呢，就会流到我们上面的蒸发器一，然后流到我们上面的蒸发器一，我们的蒸发器一启动之后就会吹出我们的冷风，哦，然后冷媒就流回我们的压缩机，哦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模式。那它吹的就是跟一般的冷气一模一样，哦。那我们第二种模式呢，就是我们夜间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除冰水的动作。那我们就有第二种模式，哦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蒸发器就会停止动作，哦，一样冷媒从压缩机流到冷凝器，降温之后进干燥过滤器、毛细管，这时候我们就。第一个电磁阀就不会动作，改流入冷媒，改流入第二个电磁阀。第二个电磁阀呢，就会经过我们的热交换器，然后的水泵就会启动，把我们冰水槽里面的水进行降温。水溶的。OK。然后我们第三种模式呢，就是在我们除完冰水过后。我们的负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用第三种模式，就是我们除冰水槽里面的冰水流到我们蒸发器二进行降温的动作。这个时候，第三种模式的压缩机就会停止动作，然后冷凝器也会停止动作，那就完全由我们的水泵，哦，运作带动我们冰水槽里面的冰水。流到我们的蒸发器二进行降温，然后吹出我们的冷风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种模式。